欢迎回来，进击的巨人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系列做好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的艾伦呢，成功的把这个石头啊，不是把这个城墙用石头堵住了。那接下来剧情会如何发展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驻扎兵团与训练兵一同冒死达成了托洛斯区域夺回征战，是人类首度成功阻止巨人的创举。然而失去的人数实在太多了，掩盖过了胜利的喜悦啊！挂掉的人太多了。人类除了拥有驻扎啊这个驻扎兵团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多一个什么？维持秩序的宪兵团啊，以及冒险踏出城墙外的领域的调查兵团。在托洛斯区域防卫这个争夺战中，士兵伤亡之所数惨重的原因之一，便是调查兵团这群身经百战精锐不在所致。哦，宪兵团牺牲重大。第二章自由之翼。啊！超大型巨人によってトロスト区の壁が破壊される数時間前、精鋭からなる調査兵団は。壁外調査に出発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。来たぞ！調査兵団の主力部隊だ。調查兵团主力部队，兵团。艾尔文。啊，这是调查兵团的团长。見ろ、リヴァイ兵長だ。啊，这不是所谓的一米六士兵吗？これだ並みの戦力があるってよ。一米六。うるせえな。みんなの羨望の眼差しも。あなたの潔癖すぎる性格を知れば幻滅するだろうね。啊，一堆人都喜欢兵长吧？我想。壁外調査の主な目的は、5年前に陥落したウォールマリア奪還のための布石を打つことにある。廃墟と化した町や村に兵站拠点を設置し。壁を破壊されたシガンシナ区に大部隊を送るための進軍ルートを確保すること。兵長 OP。この重要な任務を託される調査兵団は人類の英知の結晶である。没有他们去外面调查。我们就不知道巨人到底有什么弱点，这都是外面的这个调查兵团的功劳啊。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身上东西可不可以拿来卖之类的，还是不要卖好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材料可以买，可是怎么感觉这些材料都是跟之前一样的啊？哦，我们终于可以新开发了，是吧？现在能够对装备进行补强了，能把不要的装备当作素材哦，把它拆掉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补强怎么用，刀身，这是什么？选择装备基底，哦，我们可以进行改造是不是？这样子吗？哦，可以直接强化变加一哦，这么屌哦！多余的装备可以做补强，哎，好屌哦！那我看一下新开发，那我们是可以用这种很烂的那种试用刀，有没有？多买几把，然后来强化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到后面都是这样做强化的啊？搞不好是也说不定哦，还是说之后有别的方法？啊，那不管了，我们先来试试看，基底就是我们这一把嘛。一式刀身改二，加一把，哇，提升了呢！当然补强啊，不用讲啦、啊，把旧的拿来换嘛，旧换新。好，我们一样，这个拿来旧换新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屌哦！立体机动装置也是啊，啊。变强了，变强了，加一啊、哦，比以前更加强大了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
佩托拉，看到你我就想哭了。你很积极嘛，佩托拉。我想回到居民的，回应居民的期望，是不是该出发了呢？当然，我会追随兵长的。后面其实还蛮虐心的啊，我说各位，后面挺虐的，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携带拠点を設置するのはここか。哇，这次操控兵长哎、欸，应该会超强的。予定通り到着できそうですね。调查兵团。エルヴィンの計画。無駄ってやつらを片付けるぞ。关于李维，是所有能力相当突出的角色。哇，拥有回旋斩的技能，充足的加速过后啊，朝向敌人按 Y， 这么屌啊！来试试看。哇，超猛的、欸！限制时间，在时间之内讨伐巨人。回旋斩。解掉。苦戦してやがる。我们要到时间到之前多杀点巨人，这样才帅。超屌回旋斩呢！さすがです、兵長。私もお役に立てるよう頑張ります。一刀一支。了解しました。居然有女巨人啊、哦！第一次看到。ここは任せたぞ、エルド。兵長、わざわざすみません。これで補給班を展開できます。おとなしくしてよ。お、要救人了。救援要請。無視はできねえ。没办法无视啊，没错。嗯，巨人都不见了。这边不是有一只？看到了。一路杀过去吧，反正时间还很多。靠背被抓到了，哈哈哈！有。来，我们现在救他。我是快死了。哎，剩下三十几秒、哦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时间不够喽。什么味？什么味道？弄错了。有，解决掉。剩下四秒，啊，我们来不及最后一只了。任务失败。啊！任务失败啦！不可以，我们必须再来一次。OK， 所有的大巨人都被我屠杀完毕了。好，我们这个任务算是成功了。好，刚刚不小心失败了啊、喔，我们这次终于成功了，太棒了。他那个地图上面标志的那些大巨人呢，是我们刚刚的支线目标啊。刚刚失败了，这次我们成功了哈、喔。来吧，我们顺便去支线那边帮忙一下。
哇，居然没砍死！哦 ，no。いいところに来た。手を。よ。米可救援成功，水哦！まだ見よう。警戒するか。お前の鼻は確かだが、気をつけろ。好，我们直接前往任务地点了。瓦斯罐没了，先补充一下好了。Go！ 前往我们的团长处，艾尔文。全体展开行动，主力部队抵达战场。好，他们都来了，主力部队全来了，感觉屌。压制中心区域，一个手，讨伐那些巨人，总共五只。开个大局看看好了，一起来吧！哇，我就要被攻击了！又有信号弹，好多信号弹啊！他们都乱成一团呢！哇，佩多拉被抓到了，我要救他，可是被巨人挡住了。我们来去救一下那一只好了啦。我们先去救他。他腿那么胖，还砍得到，那么猛、喔。救援成功。好，我们剩两只大巨人要杀了。哇，飞太快！又是信号弹。哇，抓到我了！不要，被杀掉了。武者士，助かりました。おかげで補給班を展開できます。军打，骑行走。了解しました。ここはお任せを。俺の敵じゃ。まだ殺されたねえか。町の中心部を制圧しないことにはキリがありませんね。2281帅气。巨人当中有一些个体会利用防御部位来保护后颈，只要破坏所有防御部位就能提升对后颈的损伤。当闪光弹或音爆弹发挥效用时，也能让防御部位暂时无效化。
那这只嘞？这只有防御部位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好像、啊、算了，先砍脚好了。反正他的脚有材料。我瓦斯没了，该死了！偏偏这时候没瓦斯。等我啊！我没有瓦斯罐啊。这边这边一个，平常没在捡。来补充一下。操纵叉叉部位。那一只在哪里啊？砍断防御部位，防御部位要砍断。上面那个吧，这不给砍吧？他会防御吧？防御部位是他的脚，是不是？砍断所有防御部位。好的。好、哦，四肢破坏掉，叉叉就展开，叉叉就解除了。解除之后就可以直接对他的颈部进行攻击，这样他才会真正的死亡啊！哇，到后面的巨人越来越麻烦啦、啊。后面的巨人会越来越麻烦呢、欸，巨人陆续出现。南边来了一大群巨人。引き寄せられてきたようだ。ふざけた真似をする前に仕留めるぞ。哇，又来了。我们补给一下吧。话说这里好多补给兵哦，都没用。顺便杀掉这一只好了。先来补给。あいつらも気候士だったのか。超多补给兵的，不用浪费。阿里嘎多。哎、欸，没抓到。那个小巨人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要！三连杀！终极回旋斩！清完了。还有吗？结束了吧 ？BOSS 出现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应该要是他破坏部位、破坏防御部位吧？看他的样子，很凶很凶。在哪里啊？后面，好像还两只的样子。棘手的家伙来了，大型奇形种。看到这样子就害怕了，我想要先杀掉后面那嘞，杀掉后面那一只啊！这两只小喽啰先解决掉，
超硬的，那个披仙，上吧。超夸张，不这么好对付啊！他这个位置我不是很好打、啊。哇！有，像砍断了。好，手也断了，最后一个防御部位也是这只手吧，解开了，哇，现在屁股翘翘的，想要干嘛、啊、逃跑成功，啊，死掉在那边抖来抖去的，我们胜利了啊！果然是调查兵团这么的强，都是精英哎、欸。さすがは特別作戦班だな。真不愧是特别作战班。やめてよ、団長にバカだと思われるでしょ。やめてよ。我闻到肉的味道，好吃。残念。もうこの辺りに巨人はいないってさ。用闻了就闻得到巨人的味道，那么猛。今回の調査ではさらに先まで進む。そんな。あの子たちの死体を調べる暇もないのかい？いいかい？そもそも巨人の死体が蒸発するメカニズムってのはって。エルビン、あのクソメガネはほっとけ。志願しなくまでの進軍ルート。一日でも早く確保する必要がある。行こう。我々に課せられた使命を果たすんだ。哇，这个 team 超强，个个是精英。Oh my god！ 结果我这样随便打一打 S， 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十七级了。新才子，我们获得新技能连级，集中后可以追加连级。就是跟那个谁密卡莎一样啊，还蛮好用的，我觉得。哇，多了12000资金，这么屌啊！哇，这些都是才子，赞哦！哎，我们已经有二级黑金主了、哦，到时候可以拿来升一下我们的刀了哦。我们多了好多材料可以升级哦，超赞的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啦，那么今天这一集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啊！那一样，如果喜欢这影片的系列呢，记得按个赞以及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看见啊！那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晋级的巨人再见啦，拜拜。